跟你们反到现在都没有结果。我说要市长家孩子是护士，能不能这样再对待？咱们中国都黑到这个程度了，你还在这被他们服务呢？你赶紧辞了，别干了，太过分了，对这帮孩子，他们是不是老百姓？你把我电话给市长，叫他给我打过去吧，市长电话给我。找他们都找不着，一个个都钻他们老鼠洞去，他们保温去了，把这帮孩子都扔在这个洞子，这还去核酸呢，都要冻出病来了。以后学徒待了一个多小时，全都冻透了。他们从7点干到12点，你考虑考虑，你想一想，他们怎么在这里忍耐？啊，你这热线办点他们实在的事，我谢谢你了啊。我跟他们可真没有关系啊，这可怜了他们。